这个凸出来的这个啊，都是肌瘤哎、欸。这样子。我们看一下超音波，这个肌瘤后面有一颗，嗯，是5.5公分，嗯，然后在前面也有很多颗，这是多花型的肌瘤，所以这个肌瘤一颗，这里也有一颗，这里有一颗，那最大的这一颗在前面哦，就是鼓起来这个肚子，大概有7公分左右，嗯，所以它是一个多花性，6公分、7公分、5公分，这样1、2、3叠起来才会这么大，这是子宫内膜，嗯，所以你的肚子才会这么大，哦，整个肚子这个都是肌瘤，对啊，最近躺下来，哎，对对，这个肌瘤好大，对对对，然后有时候坐着，怎么觉得好像有东西顶住这样子，对，这个肌瘤还蛮大的，靠近。哦，这里有一颗肌瘤，这里有一颗肌瘤，这里有一颗肌瘤，非常多颗的肌瘤。这样子。